啊，阿毛老师哦，我阿健老师，不要害我好不好？我明天还会见到阿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对，明天。所以他没有关心我，你不知道我的行程，你至少要知道他的行程啊。知道你啊，主持。对，我还有表演。对，还有表演。对，我在踢馆。歌能唱。明天有个中立摇滚音乐节，对，碰到刚好会碰到。哦，所以明天我再问一下。不要这边打广告。对，怎么突然帮人家宣传起音乐节来了？好，那所以他跟阿婆到底怎么样嘛？你见证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？私下会联络朋友，这样可以吧？就这样，那你也是，我也跟他私底下会联络啊。没有啊，我两天前传微信给他，到现在还没回我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你自己回去看一下。这就是差异性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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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我们传微信，他就两天不回。焦哥，你知道世上最甜蜜的事情是什么？秒回，秒回，秒回。阿普一来，他就立刻回。哎，乱讲。我等了两天还没回我，看一下自己的手机。好，好，拜拜。